开心，整天都很开心，整天都很开心，都沉浸在坚持。没有，嗯，我准备不会，我会告诉他，你有一个超级粉丝叫李乐。在我的节目里面呢，我就会问我的嘉宾，一直想人家问你三个问题是什么？没有，那你多久没有考试了？哦，记不清了。哦，这也是一个回答。真的记不清，这个也蛮好的。突然之间失忆了，我也突然很忙，这里不记得。我没有那么认真。哦哦哦，你可以说我不想回答你，我想我都可以的。我想回答。你想回答，但是真的记不清，你真的不记得。希不希望？如果对方有张学友的小说，我在上面看，他等他背的时候，他经过你，我都他有没有反应啊？好开心啊！那我开心很久，那不是很甜吗？很甜啊！我好羡慕你，你还有这种情感。我要找一个人让我来这样子，我走一下，我说没有，那我们录。我问你问题的，我知道你要问我问题，对他们允许我问问你问题的。没有，那问我，你就允许你问我问题啊？允许问我，你可以吗？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。现在是一个最好的状态，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情感。我觉得你一定要经过这30几年的磨合，然后包容，然后妥协，然后迁就，然后感谢，因为这些都是我走过来，我的感受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相互还是有进步，有共同的话题，然后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。有啊，你还有问题？好，那我先问姐姐，姐姐，因为您只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执行力，就是会很有毅力，然后走得很远。因为我是行动派的人，我躲在那里，我就不动，你别管我，就是我自己喜欢，但是我决定要做，我就要做的我能力做的很好。你永远都要做榜样，会不会很累呢？因为孩子在大一点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大是我的榜样。啊，对。还有问题，就是鼓励自我对年纪的，就是有一些建议。勇敢的去闯，保持好奇心，不要跳起来。我乱七八糟什么都问的，都很好奇，都想知道。对，好像今天这个课程更有意思，但是我是。我明知道的，我没有回来。讲这些。我觉得好漂亮啊！和万千公路上走旅行的人一样，我和姐姐们在路途中也算是相遇，却收获了满满的幸福。哎，那我现在就开始了。好吧，走一走，你是一边拍我们的吗？一下。对。上个微信时，心里提供一条小路，是不是你之间？是夜晚，心里提示是来说，是否在此？是从中出发，追逐落日。走吧。我们要就是这艘船。